我的阿飞，这红警啊！哦，出来了，出来了，这儿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出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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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楼后。笑话，我根本就没有爱过你，你只不过是我利用的一个工具。就凭你的出身，你凭什么会认为我会娶你？宋少真正爱的人啊，我啊，笑话，我们离婚，反正你肚子里边的野种也不是我的。将来，我要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到你的孩子。交代的事情我已经办，你答应我帮助我夺回宋氏集团继承权的事情。你放心，回去等消息吧。江晚这辈子那是定了。哎，当年我做的那些事儿都是为了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可你也没有感情。对不起，别再叫我晚了。还有，20年前的事情，你给我烂在肚子里。张经理，这转正名单上面为什么还没我呀？你以为你还是宋氏集团江总，但离了宋氏集团，你什么都不是。可是经理，我业绩是最好的，为什么你不能转正啊？想转正可以啊，现在呢公司有规定，那想转正啊，他必须得是已婚。这样，你嫁给我，我不嫌弃你二婚，你到时候再给我生对龙凤胎，转正的事就得等。龙凤胎。不是，我的孩子呢？两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是死胎，我们已经处理掉了。你骗人！我明明听到他们哭了。你太虚弱了，肯定是你听错了。哎，怎么样？考虑好转正的事儿。结婚证是吧？我结婚了。我先回去拿给你啊，等我。哎，我上哪弄结婚证去？老板，少爷和小姐，你见了，立刻，全部出动。喜乐有自闭症，不能一个人照顾。这家人心可真够大，不管。停车。平安，过来，你妹妹呢？爸比，你妹妹看你一把年纪还单身，给你相亲去了。你一定要准备好彩礼，要知道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风一吹就散。快告诉我，妹妹到底在哪儿？你真以为我不敢打你？走。臭小子，你给我站那儿！光天化日抢孩子，你心里有报警啊？喜乐。我看贩卖人口的是你吧？陆正，干什么呢？快放开孩子！行了。这都是成年人了，过马路不知道开红绿灯啊！罚你们两个拍照发朋友圈。
抵满30大就走。 你们夫妻两个下次可不能再吵架了，得相亲相爱，这小孩才能茁壮成长，听到没？不是，我跟他，警察叔叔，你放心，我会教育好我把兵马迷的。嘿，你，我竟然没有对他过敏，刚才接触到了没有过敏。那既然是误会。 先走了，那民营别走，我今天出来是替父相亲的。霸总买一送二，妈咪，你好心收了爸爸，就可以获得我和妹妹这样可爱的龙凤胎。这对龙凤胎，妈咪，母胎单身。 身高188的，俏皮嫩男，哇哦！盛平啊，你是不是皮呀？啊？爸比，我也是为了你好。现在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是很重要的。为了我好哈，以后啊，我就只有喜乐一个女儿了，你就自己玩吧啊。 这可爱，喜欢呀、啊！喜欢，<笑>喜欢你自己生啊！这我孩子。喂，你说替父相亲是真的吗？我可以，我跟你结婚。爸比，男人要主动，老婆可不是牵着吊起来的。彩礼准备好了吗？ 喂，结婚的事儿你考虑怎么样了？你要是跟我结婚，我不光能给你转正，还可以给你10万块钱。哎，又是一个拜金女，难得我还觉得家庭可爱。老板，我觉得呢，这次你真的应该好好准备一下我的转正手续吧。10万块都看不上，我装穷他肯定就不放弃。我没有什么钱啊，给不了你彩礼。没事啊，我不需要彩礼。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在汽车厂上班。那你有车有房吗？我没有房，但有车，就是海盛集团最便宜的那款。海盛，太巧了，我就是海盛 4S店的员工。你知不知道，你说最便宜的那款，也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因为我有研究，海盛不管是内饰也好。 不好意思，职业病吧。挺好的，你老板知道有这样的员工，应该感到挺高兴的吧？你怎么知道？我被评为最佳优秀员工了。转正之后，我一个月工资就达到1万块钱，足够养活你跟两个宝宝了。所以说，陈先生怎么样？你挣吗？宝贝，这里刚做康复了。你要做康复训练啊？ 我跟你结婚，我可以和你结婚。但是，妈咪，你等一下，我去教育教育我家爸比。干嘛呀？爸比，你为什么不要送妈咪？海盛汽车就是你的，你还是首富，有很多很多家公司，你知不知道？在相亲市场可是很加分的。我又不需要家主。 走了，宝贝。爸比，你今天要赶出这个门，我就离家出走，再也不回来了。好啊，你要走就走啊，反正你奶奶家就住在附近几分钟到。我现在就听到你的电话手表收付款的功能，我看你怎么用。嗯，也没用。哦，好了，宝宝，知道了啊。爸比，你到底洗了惯了什么脸？盛平啊，你能不能教妹妹点好的？ 嗯，好了好了，走吧。走走走。来，靠近靠近一点，笑一笑。哎，对，头往里边靠靠。小婉，考虑好了，这10万彩礼不少。15万。
不能再多了，这毕竟你是个二手货。好了好了，你要是好好表现，咱们这就去领证啊！我今天也过。经理，这是我的工作证，我可以转正了吗？行，转正。你好好表现。哎，放开我！放开我妈咪！妈咪，快点要下班啦！还是第一次见到喜乐对于陌生人这么亲近。啊！是，你谁呀？她老公啊。你就是她那屏幕老公吧？你老婆还有睡意，我给你100，要不就把你开除。哦，100块钱把你开除啊？不行。哎，玩过打地鼠？我不打你一拳给你100，我不打你一拳让你开除。我打你！我这有钱，你不开除？哎，行了，你看这多少钱？我多的再打你。哎，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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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你傻不傻呀？给他们这么多钱，就几千块钱喽。几千块钱？哎，你不知道你现在自己的经济条件什么样子？给他们那么多钱还不给我呢？我手都受伤了，我。天哪，你这个手，你再晚去几天医院，你这都愈合了。我给你500万，可以打那个坏叔叔好多拳。500万，你在工厂这么多人，你怎么跟我说呀？500块，小朋友的事怎么干呢？妈咪，谢谢妈咪的照顾，我想去找坏叔叔去。10块，你疯了？这不玩具支票吗？连什么公章都没有。你还认识支票呢？哎，工厂包工头让人见过。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是，你在汽车厂，走吧，咱们回家吧，好不好？嗯。走着。老公，回家。这小两口可真幸福。小孙啊，这个经理给我处理一下。这是我家。你大啊。爸比不会说话，可以不说。哎，你，妈咪，只要有你在的地方都是家。小嘴真甜。嗯，走吧。喂，江兰，出大事了。江兰，出大事了。怎么了？我跟你说啊，经常调戏你的那个经理被狗咬了，听说是咬的那个位置，他辞职了，再也不能欺负你了。行，我知道了。哎，我跟你说啊，真的是一条好狗。行，怎么了呀，对象？你知不知道那个经理他被狗咬，而且还是那个位置？哪个位置？小孙笑得还挺高。这块规划还是可以的，但以后工作中心先暂时放在这个地方。好了，宋总。哎，不忙了。哎妈，什么事啊？怀州，你和雨诺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跟他有了孩子都是个意外，该给的补偿我都给。雨诺毕竟，哎，那孩子总归是要有母亲的。妈，我忘跟你说了，我已经结婚了，我有老婆了。结婚？既然已经进了盛家的门，总该见见盛家的人吧。有合适的时间，我会带过去给你看的。我先忙了啊。盛先生，晚上我们去吃大餐吧。终于要还我的钱了。怎么样？这就你说大餐啊？也挺普通的嘛。喂。这家饭店人均500块钱的，哪儿普通了？
而且今天是一个好日子，所以我想来这儿大吃一顿。走喽！服务员吃海鲜。服务员点菜。哦，我们想要那个桌的海鲜，然后还有一个。你买得起吗？就点，那可是澳洲空运回来的海鲜。你什么意思啊？再贵点总要有价格吧？钱没多少，口气倒是不小。自己看。你过分了吧？给我孩子道歉。妈咪，我不同意，2000块钱的海鲜不好，我不吃。吃不到葡萄硬说葡萄酸，一家子穷酸味儿。你今天立刻必须给我道歉。怎么回事啊？爸比，你把这家餐厅买下来，再让人送点最贵的海鲜。怎么回事啊？盛总。盛总。盛总。啊，尊称客人总是我们餐饮业的习惯。你们家服务员说我们点不起菜。他新来的，我替他向您道歉。今天你们吃什么都免费，算我给你们赔罪。免费就算了，以后别再发生这种情况了。做的不错，待会儿会有人来跟你谈收购，多少钱随便看。啊，谢谢盛总。还有啊，今天我两个孩子生日。老板，为什么要向他们赔罪？我看他们又不像什么有钱人。你懂什么？那是顶级豪门盛家的掌权人盛总，收拾收拾，准备滚蛋吧。二位有什么忌口吗？不要葱姜蒜，你也不吃葱姜蒜啊？我能吃，两个孩子怎么吃？他们怎么知道你今晚不吃葱姜蒜？祝两个小朋友生日快乐！今天生日，我的两个孩子也是5年前今天出生的。沈怀中，你这两个孩子是哪儿来的？怎么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知道孩子的妈妈是谁吗？我当然知道啊，几年前他们的妈妈跟我意外怀孕了，才有了他们。但是我们没有结婚，后来他妈妈爷爷来看他们。怎么了？也是，我的孩子怎么可能死而复生呢？走吧。听别人说起相爱的道理，迷恋的，喜欢的，坦然的，我们会深情拥抱，我们会一直到老，只要能够爱着你就好。如果这就是爱情，我就走吧。哎，等一下，嗯，你们家是哪儿啊？嗯，他就是想试探我。我们家住盛庭，阿皮，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上一波是去吗？你们住那儿啊？没有，我们住在盛庭旁边的居民区，离盛庭还有一段距离。我们是租的房子，一个月1000块钱呢。1000？不对劲儿。嗯？我总觉得你是不是出卖了色彩？爸比，妈咪，喜乐快不能呼吸了。不是，是那个房东想要生龙凤胎，所以让我们住进去，沾沾喜气嘛。所以说那就是合租呗。那你退租吧，你搬到我那儿去住。我那块呢，小是小一点，但是一个月房租才500块钱，能省一点是一点。那我们回家吧。走喽，回家。嗯，那个，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们家呢只有一个卧室，所以说你带孩子们去睡床，你睡沙发就行。啊，不用，你睡床吧，我睡沙发就行。不用，你这么高，你睡不下了，我睡沙发就行。爹爹这个大直男就靠他自己，我们再也没有弟弟妹妹了。第一次行动计划开始。嗯，可以的，你去睡床吧，听我的。不用不用，我睡这儿。哎呀，听我的。哎呦，
你是鱼啊？你只有7秒的记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忘了咱俩结婚了。我抱着江暖睡了一夜呢，竟然也没人过问。我找，哎，盛总。 我来接您上班了。盛总，爷，你抽筋了？哦，可能是昨天晚上睡得不好吧。小盛，那个不好意思，嘴瓢了啊。我是班车司机，我过来接小盛上班。啊，那你们这公司福利待遇还挺好的哈。哎，那是。干什么去啊？都迟到了。 嗯哼，嗯，懂啊。啊，老板，你真的准备出事儿啊？你去给我找个三居室的房子，重新装修一下，看起来像有人住，简陋一点。也不能太简陋啊，我晚点回班回去。我真的会谢，就那么一点窝囊废，我还是陪老板玩 cosplay 嗯，哦，对了，刚才装的不错，我说给你每个月涨5000。 再加5万奖金，哇！这饭店的富贵终于轮到我了，哎，老板你放心，我保证撞到你，以假乱真。江南，恭喜你啊！我从经理一回老家那一步之后，他爸妈直接把他扔医院不管了，财产都给他弟了。你看我说什么，都是报。哟，这不是我老婆吗？ 这不是我老婆吗？富豪，你有病吧？我不是你老婆。也对，你就是我一双不要的破鞋。<笑>说吧，你来干什么呀？我和老公呢？当然是来买车的。小婉，你怎么混成现在这样？是啊，之前跟着我的时候还能被喊一声江总，现在啊。 都混到大马路上卖车了，也不来找我。你要是来找我呀，我还能看在大家夫妻一场的份上，赏你几百块钱呢。你就该去找我，就该去找你，看看你是怎么身败名裂的。哼，那离婚，反正你肚子里边的野种也不是我的。离婚？好啊。大家都看到了，这就是宋氏集团的总裁，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渣。江文。 你他妈耍我！身败名裂，你当年摆我一道，害我被撤职的事儿，还没给你算账。对了，你还不知道吧？我现在呀，依然是宋氏总裁。怎么样，后悔惹到我了吗，江晚？江晚，我和老公呢？我是你姐姐，这是他送你的信件。哦。 我要上班去了，没工夫看你俩情况啊！别走啊！
在这儿服务我们不就是上班吗？哎，许思，你有毛病吧？你干什么呀？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我走了，手抖就去治病，别跑我这儿发癫。碰什么呀？给我介绍一下你的这些车吧。我们现在呢，是你的客户。先生，是讲解已经结束了，我渴了。给我倒茶，两杯。等等，现在呢流行跪式，我要你跪着把茶杯子。你要是不愿意呀、啊，我也只能投诉你。也不知道你这个月呢还能不能有提成了。这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可真大呀。我们两个从一个孤儿院长大，我现在呢是总裁夫人，而你只配跪着给我倒茶。女士，这个呢是我们这新到的绿茶。这个呢是我们这新到的绿茶，它不仅提神醒脑，而且专门治疗癫痫。江婉，你敢烫死我呀！我要你把我的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赔给我。行啊，可以赔啊。但是呢，在我赔给你之前，你得先赔给我，因为这个杯子是明代的古董，价格也不高，300万吧。什么？300万？你骗谁呢？不信自己看呗。就算是明代的，你有什么证据是我摔碎的呢？老公，你走。喂，110，我要报警，有人恶意损害我们店的藏品，我们有监控。请问怎么支付啊？不就是合伙卖车的吗？你拽什么呀？你老板在哪？我要投诉你。老板，海上的老板可是首富，连我都没有。我可以代表老板，楚阿姨，你有事跟我谈。你个死小孩，你叫什么？丑阿姨，你这么坏，小心越来越丑哦。哪儿的死小孩，嘴这么贱啊？啊！许思，你干什么呀？你还要打孩子？冰婉，这两个小野种跟你什么关系啊？这么担心？我就打的，我还两个一起打呢，哈！行了，啊。啊！你个小兔崽子，你给我撒了什么东西？咬死我！啊！你怎么样？我帮助吧。这话不就是我自己的？说来了，妈咪，江婉，你居然去给人当后妈去了！赶紧让这个小野种把姐夫叫出来！别动！我赶紧把脚交出来，母亲，我今天就炸死他！不好了吧？夫人到这里，小姐被人欺负了。啊？什么位置？打这么惨，牙都被打掉了吧？是挺惨的，眼睛都肿成小缝了。干嘛呢？来晚了，往后站。我来找老你老她老公已经躺地上了。难道你们是四角恋吗？妈，你好厉害，都把人打倒了。妈咪没事，上班是男人的勋章。回去妈妈给你们上药啊。哎。哎，你来啦。你是接平安喜乐回家的吗？咱们一块儿呗。哎。哎，那不是接你上班下班小孙吗？他怎么也来了？哦，老板看我着急，就特别安排司机送我。那他人还怪挺好的。哎，走吧，宝贝。爸比，他刘家贝了吧？
州。嗯，咱俩离婚吧。今天躺在店外面那个男人叫宋浩，我跟他呢是6年前结的婚，5年前离的婚。我不是故意想要瞒你的，确实有我不想提及的过去。他是宋氏集团的总裁，他人品非常恶劣，我怕他知道我们的事之后会报复我们的孩子，所以咱俩离婚吧。5年前宋氏总裁离婚案闹得沸沸扬扬，没想到主人公竟然是江婉。没事儿，咱们明天就去领离婚证。行啦，哎，你看你笑的，看你笑的比哭还难看。我不在意你的过去，而且我们还有两个孩子呀。至于宋浩的事，你不用担心，我会解决。解决？你想怎么解决呀？你还想天来王破，让宋氏集团破产？小段剧看多了。老公，你爱我吗？哎呀，我对天发誓，谁要是在婚姻中有所隐瞒，就被雷劈死。哎，这西西怎么打这么大雷啊？难道是我还有什么事没说？我没有什么隐藏的事儿了。可是我有啊，他要是发现我向他隐藏身份，会打死我。这样吧，咱俩拉钩，如果呢以后谁还有再有隐瞒的事儿，那谁就是小狗，怎么样？嗯。谁家好人真被雷劈啊？这里没下雨，怎么又大声炸雷呢？这可能天气变暖，极端天气越来越多了吧？嗯，可能是。哎，不过话说回来，你这挺能打，以前练过啊？那当然了，我呢以前是在孤儿院长大的，那个时候不仅得防着小孩抢吃的，还得防大人欺负。不过话说回来了，我这公然殴打客户还上了热搜，明天肯定得被老板开除。好了，别想那么多了，赶紧去洗个热水澡睡觉，明天说不定有意外惊喜哦。谢谢你的安慰。走吧。爸比，妈咪上班好辛苦啊，给下跪。有人让他下跪？今天那个丑叔叔说，妈咪以前是江总。你让妈咪去你公司也当一个总吧。小婉，你可不用来上班了。就知道你去收拾东西。哎，是要收拾东西，你被带到公司去捡水花布，你可不用在店里了。你说真的？当然是真的。工资少说也要翻倍吧，江婉，狗不对莫相忘啊。哦，对了，这是我们店的营收报告，就送到集团办公室。你正好去集团报道，帮忙带过去吧。没问题。司机师傅，你在这儿啊？嗯，嗨。哦，对了，那个我有一个文件要交给总裁，你知道总裁办公室在哪？哦，办公室在……给我吧。交给我，你放心，你交给我就等于交给总裁了。嗯，行吧。真的让你给说中了，我被调到集团企划部，而且我工资涨了特别多。这什么糖啊？那么热啊？这个是
生蚝，而且能让人重返十八岁。不想你每天经常打工很辛苦的，我就那么吧，我去拿点水。哎，什么？妈咪，爸爸求求你，妹妹不可以打扰爸爸妈咪亲亲。你现在找的人？我不是故意的。其实他长得也挺帅的，不知道你们结婚了？嗯。老板，当年的监控找不到了，不过找到了五年前夫人发现宋氏总裁出轨后直播的视频。他那个时间点也不用。是。叶对你的就是个小混混，你一个孤儿，要不是能帮我完成业绩目标，拿到宋氏集团的继承权，我凭什么会去给你？这孩子。孩子腰疼，难怪他一看到平安喜乐就那么喜欢。我竟然还以为他是拜金女，看上了有钱。全网删掉这段视频，不要留一点痕迹。至于宋氏，让他不知道。得找个机会告诉家母我的真实身份。你肯定是用了什么手段才调到公司来的，你给我等着！嗯，徐思思，你今天这腮红画的不太好，别逼我在这山岗发展给你补补色啊！徐思思，你跟我过来一下。一会儿赵总要来公司考察，你来汇报。切记，赵总可是相当挑剔，一定不能出任何纰漏和差错，知道了吗？主管，我那个感冒了，要不让江婉试试？他能从门店调到公司，肯定有能力的。也行，那你把资料给他，去吧。江婉，你就等着得罪赵总。从公司啊，回去。开始吧。赵总，我替江婉道歉，他呢是新来的，不熟悉流程。江婉，快呀，我等着你呢。江婉，资料不是都给你了吗？你还在等什么呢？快点。许思思这是想阴我。江婉。赵总呢，可是出了名的脾气不好，你死定了。赵总，江婉就是个卖车的，他肯定不懂汽车发展的研究方向。赵总，我们以前确实是卖车的，但是我对汽车的科研方向特别了解。首先，我来讲解一下汽车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分为三个阶段。
以后这个项目是由江小姐负责吧？赵总，这是我的项目。许思思，赵总，我怎么看江小姐是不是有点眼熟啊？赵总，您不要多忘事儿。我以前在宋氏上过班，那个时候跟赵总合作。原来是宋氏的江总。 不过您怎么从宋氏离职了？我就是靠男人上位的，这没钱多甩的，就离职了。我呢，确实是跟宋浩离婚之后离开的宋氏，但是这是我的私人生活，我也不想跟他解释。江小姐的私人生活，我是不好插嘴的。不过江小姐既然对汽车这么了解的话，相信不只有理论知识，还有实践知识。不如带我去看一下你的爱车。 江婉，你就别谦虚了，谁不知道你刚嫁了个有钱人，还搬进了盛庭，还带我们见识见识。就你嫁的那个带俩拖油瓶的穷鬼老公，我倒要看看你从哪变出车来。江小姐，不如带我们大家去你家的家乡后看看吧。江婉，赵总的项目对我们非常重要，无论如何，先想办法把今天拖过去再说。嗯， 经理，你说我还想这事儿太不巧了，我今天就偏偏就没带钥匙。我，哎呀，你可以回家去拿车钥匙嘛，我们就在这等你，或者呢，我们可以一起和你回家去拿。不好，楚阿姨又要换妈妈了。江婉，你不会是嫌弃赵总，不想让他去你家里吧？哎呀，别这么小气嘛。阿姨，我是来给你送车钥匙的。哎呀。 这么多车钥匙啊，是不是真的呀？义乌批发的吧？车钥匙。<笑>赵总，您看，你咋的？这爱马仕全手工定制，不愧是最贵的豪车。这个车确实不错。 叔叔，我们家其他的车也还好开，我爸比就喜欢这些花里胡哨的车。看这一辆啊，就够了。叔叔，你还满意吗？嗯。江小姐，你儿子真可爱，看到他呀，我就想起我儿子小的时候，也是这么可爱。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平安，你告诉妈妈，这钥匙哪来的？江婉，这辆车一定是你家的吧？快给我介绍介绍。这个车呢，它是劳斯莱斯的幻影，它那个发动机呀，真牛。 它主打一个贵，嗯。江小姐果然很专业呀、啊，是挺专业，不过消费者呢，除了关注性能，还会关注一些外在的东西。听说这辆车的内饰啊很有特点，快给我们展示一下呀！哪来的？妈咪，是我自己想捡的。捡的？ 我们写了手机挺好的，那你们跟妈妈去保安亭把这些钥匙还给叔叔，好不好？嗯，那走吧。我们把钥匙还给保安叔叔吧。剩。保安叔叔，这是国妹妹在你们小区捡到的车钥匙，请帮我们还给叔叔。乖，乖。剩下这两个小组工，都玩什么呢？ 江婉，你这个贱人，你给我等着！徐思思，你的台词库该更新一下。宋氏破产了，破产了，好，过得好，是不是你害的？你害的所有都是要我的。
我要打死你！打死你！徐思思，你要不要脸？不管是五年前还是现在，都是他咎由自取。怪你，早好没遇见你之前都是好好的，一遇见你就发生这种事儿，你个扫把星！少大胆！你这个癫狗！你给我等着！把皮带的小时候游乐场门口见。臭小子，你不上学跑游乐场干什么？糟了，被马皮发现我逃课了。马皮，我也要去游乐园玩。好好好，宝贝，我们等会儿见啊！我让孙叔叔去接你们。碰马皮还是这么重女轻男。妈妈，我也要去游乐园玩。大小时候，我们在游乐园门口见。好啊，宝贝。哥哥，这是你妈妈。女孩子的夫妻要度过二人世界，成功积感情。你没有办法，你妈咪。你真聪明。快跟着小明来辆车，上！走走，走！卖气球了！啊，行，叔叔现在给你们买啊，你们站在这儿乖乖的，不能乱动，知道吗？卖气球了，10块钱一个，给我拿两个。哎，好。让好过，也是好过。平安。天安，前面就到了。哎，你这又是哪儿来的飞机啊？哦，我老板，他知道我孩子受伤了，堵车嘛，特意帮我安排的。你老板人这么好，我们要请他吃饭。行行行，就在前面，马上到了。你让他开快点，你让他开快点。老板，进去。病人现在急需输血，你们谁受过惊血？我是他妈妈，我受过惊血，是我的直系亲属不能输血，他不是我直系亲属，他是我继子，快跟我来。喜乐啊，跟爸爸说两句话。没事的啊，说的没事。走，妈，喜乐，妈妈说说。妈咪，哥哥有好多血。没事的，哥哥快好了。病人出现严重溶血反应，都跟你说了，直系亲属不能输血，为什么不听？啊？直系亲属，他们一样不是无血，哥哥一样也不是宗教化，甚至已经研究。妈咪，你等我了。平安就行。平安啊，他体质有点特殊，之前有一个陌生人给他输血，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别想了，江妈，平安喜乐有妈妈。对不起，老板，是我没看好少爷。去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没那么简单，去看一下监控。是，我现在去。李院长，别去陪着你了啊。怎么样？孩子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妈咪好痛。没关系，
咱们忍忍，等你病好了之后，我就跟爸爸一起带你去医院，好妈咪，爸爸不是自己睡着的，有个怪阿姨。什么样的怪阿姨？什么样的怪阿姨啊？一个戴墨镜的阿姨。我已经让小孙去查监控了。不用去查，知道是谁。江婉，站！江婉，你要干什么？江婉，你要干什么？是我最喜欢的古董花瓶、啊。砸你个花瓶，你都心疼成这样，欺负我孩子，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五年前你当小三儿的时候，就该打死你，生着小三儿欺负我的孩子，是不是我？没错，是我推那个小野种走了，但那个小野种又不是你亲生的。你说，你的亲生孩子要是知道你这么维护那个小野种，也不去找他们，他们会不会伤心啊？你的两个孩子啊，没死，是被宋浩给卖了，多亏了这笔钱呐、啊，宋浩才能翻身。回到宿舍，说，孩子们哪儿去了？当然是那个人贩子了。是死在大街上，血胳膊断腿要饭的孩子，就有你的两个孩子呢。还有啊，我已经把你给混混生过两个孩子的事儿告诉你老公，你呢就要被甩了。住手！去查一下这号码是谁。是。查到了，是宋浩的太太许思思干的。这是游乐场的母亲包，就是他推的平安。宋氏破产都拦不住他，真是活命。而且前几天啊，许思思在公司还想谋害夫人，幸亏夫人聪明，不让他得逞。让宋浩和许思思在家里等着。嗯。老公，今晚这个小贱人把我头都抓掉了，你要给我报仇。你给你个胆子，跑到我家里打思思。宋浩，你说你把我孩子卖哪儿去了？孩子？那都多久之前的事儿了？估计早死了吧。你把我孩子还给我！不是啊，别他妈坏我好事儿！思思，海盛总裁孙特助刚刚联系我，盛总要见，赶紧去。哎，真的吗？盛总怎么会要见我们呢？海盛的总裁孙特助主动联系我，还能有假？我吧，我们宋氏有救了。江婉，听到没有？宋氏马上就要发生海盛。嗯，只被一个人给我踩进泥里，我今天这把孩子还给我！住手！我你你是盛总？怎么是盛总啊？他就是江总的情鬼老公。是他们把你打成这样的吗？老公，你怎么来了？哎，你一个穷鬼来我们家干嘛呀？要是影响了我跟盛总谈合作，我弄死你！我先送你去医院。我不去，瘦死骆驼比马大，咱们对不起他。你听我的，叫我们等我一会儿。把门关上。宋浩心狠手辣。这要是生化出打不怎么办呀？不对，这要是打过了被报复怎么办呀？关门干嘛呀？你个穷人，要是影响了我跟盛总合作，我他妈弄死你！我倒要看看你想怎么弄死我。孙特助，盛总什么时候到？
这位就是圣宝。怎么可能？哦，他怎么可能是盛总？他嫁的就是带着想脱贫的穷鬼。盛总，我们不知道您就是江晚的老公。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我老婆，一句不知道就可。都是他，都是他一直去找江晚的麻烦。我可什么都没参与啊，盛总。你是什么都没参与？只不过就是出轨找小三，默许你的小三欺负我的老婆是吧？盛总，盛总，我真的知道错了，盛总，跪下，给盛总道歉，给盛总道歉，快，盛总，我错了，道歉就不用了。盛总，你原谅我了，盛总，你们两个垃圾道歉有什么意义？把他们打一顿，然后送到红灯区。愣着干什么呢？盛怀忠，盛怀忠，江晚当年被混混睡过，还跟混混生了孩子。我不信你真那么在意。我只是遗憾你们两个人渣在欺负他的时候，我没能够保护他。哦，对了，如果我老婆从你口中知道我真实的身份，那就不止把你扔到红灯区这么简单。哎呦，你没事吧？没事啊。他们打你了吗？没有啊。我看看，伤口是不是在里边？没有。哎，你要真想那个，我们就回家。哪个？那个。走。啊，暂停，你好，去做出院检查了。我们待会儿一起回家。快放我下来，我还得给别人收拾衣服。该减肥了。哎，行了行了，你去看看片子，我给你收个东西。好吧，你等我回来啊。哎，老爸，嗯，上次你要求的那个房子呢，我已经装修好了，随时拎包入住，完美符合你的要求。哦，先不用了，我先住挺好，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啊。老板心海底针，我好不容易装到了一个又穷又不穷的地方，不要了还。老婆啊，啊，我有件事已经跟你说。什么事儿啊？你说如果啊，咱们家变得突然有钱，你是不是能特高兴？开彩票了？哪儿呢？啊？你买的？没买彩票啊？这么说那么有钱啊，咱俩就是个打工的，怎么发财呀、啊？哎，那你说如果我不是打工呢？你这也没发生啊，你说什么胡话呢？咱俩就是打工的。那你就没有羡慕有钱人能买好多珠宝、漂亮的衣服？这么跟你说吧，珠宝、首饰、衣服再多，我人也只有一个。而且我最讨厌那些有钱人。为什么？我当年离开宋氏的时候，我本来想去更好的公司的，说有人打过招呼，让所有公司都不收我。你问出来是谁？我当时以为是宋浩，后来发现那个人比宋浩还有钱，所以我就说嘛，我最最最讨厌的就是有钱人莫名其妙的仗势欺人。不过还好。我现在很幸运，工作也好，孩子也好，老公也好。哎，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啊？没事。老公，你信我，就算咱们俩赚不到钱，也一定能把日子过好。嗯。妈咪，我什么也没看见，你们继续。你小子，来，起来过来，爸爸抱。康复训练做的怎么样了？啊？那人还是你好，以后他是我后爸，你是我亲妈。我是你后爸啊？阿亲妈，后爸，后爸是吧？怎么是他？怀州哥，
你马上就是我的了。哪来的贱人？怎么是他？ 喂，我现在就在医院呢，我们见一面。陈花姐，我正找你呢。说吧，有什么事儿？是这样，当年的产妇江婉给我打电话问龙凤胎的事，你就说是你打听到当年买龙凤胎的人贩子在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摔死了。 你放心，程氏会以和你合作项目的由头，把钱打到你的账上。太谢谢你了，程小姐。出院了，走吧，我去开车，你们在这等我。嗯嗯。等一会儿，爸爸啊。喂，江小姐，我刚查到当年是有人卖过一对龙凤胎。那孩子呢？ 是这样，当年这个人贩子在逃跑的时候，把他们摔死了。怎么了？这是啊？爷爷，爸爸。 没事了，平安不都出院了吗？我跟你平安和喜乐会一直陪着我，对不对？嗯，那不好说。他们呀，他们也会结婚，也会有自己的孩子，有自己的家。倒是我啊，会陪着你到很老。所以你要对我好一点，多照顾我，知道吗？ 嗯，烦人，回家睡觉了，笨死了。老板，你让我查到，我查到了。5年前是程小姐要求业内所有的人聘用夫人。程宇诺他们认识啊？不认识啊！我听公司的负责人说啊，是太太得罪了程小姐，他们害怕得罪程氏，所以只能照做了。后来呀。 程老爷大发雷霆，把程小姐送出国，反省程小姐再回来的时候，就带着人去。是。让你查的程雨诺个人账户的大额转账记录查了吗？查了。程小姐的账户上全是消费，就算是有，也是程夫人转给的。应该不是得罪她这么简单，再继续查吧。还有啊。 程雨诺在国外的一切你查清楚，还有酒店那天的监控，你继续查一下。嗯。伯母，平安和喜乐不在我这儿，我就是来看看你。伯母，怀州哥最近一定很忙吧？忙，每天都忙。也是。 这怀州哥忙着和新婚老婆卿卿我我，连平安住院了他都没管。平安住院了？死老太婆，我重点是这个吗？已经没事了。就是这怀州哥为了和新婚老婆住在一起，把平安喜乐都接近80平的小房子里了。平安和喜乐没认床？你故意的吧？伯母。 我想说的是，怀州哥他结婚了。结婚？和谁呀？和一个生过孩子的二婚女人结的。小芳，来了，夫人，和我一起去找盛怀州。那你……哦，伯母，那您先忙，我就先走了。要去战斗吗，夫人？斗什么嘛！程雨诺脑子有问题，你脑子也有问题。 什么道行，敢跟我玩聊斋？不过是要去看一下我儿媳妇儿。我饿了，让他给拿零食去啊。
老公，你去开下门呗。啊，谁呀？大门来了。嗯，你怎么来了？我是来看儿媳妇的。嘿，你这个不孝子，不回家就算了，连结婚都不跟我说。妈，我跟你说，我现在不方便，我改天再跟你说。哎，行行行。嗨。哎，我不是来拆散你们的，我是来加入你们这个家的。老公，你认识这么有钱的粉丝，跟我说一声啊！啊，我是他，他是我小舅妈，他平常爱美地摊货，爱打扮而已。之前，我是他小舅妈。嗯，我没孩子。哎，没孩子。怀中呢？是我一把屎一把尿的喂大的。嗯，小舅舅你好啊。你好啊。舅妈，你口味这么重啊。时间不早了，赶紧。哎，来来来来来。哎，奶奶，我好想你。奶奶也想你们呢。你那个狠心的爸爸都不带你们来看我。妈，小舅妈，你行了，别演了啊！我这里呢有居住地，来的比较匆忙。一个亿？真假的呀？啊！小舅妈，你忘了这里面是个空卡了，你又糊涂了。我小舅妈的老年痴呆。你这个臭小子，你说谁老年痴呆呢？我看你们这个房子有点小，你喜欢哪里？现在就给你卖。再给你配齐用人，还有厨师。你妈这么有钱呢？我小舅妈老年痴呆，出门忘吃药了。他老年痴呆，出门忘吃药了。我现在送你回去，快点，赶紧吃，吃药了，赶紧。等一下，等一下，包。现在不知道我的身份，现在不能暴露啊！盛怀洲，唠家常呢。小王八，你怎么还敢骗人呢？你要是不想媳妇儿跑了，赶紧找了。妈，我现在一时半会我跟你说不清楚。哎呀，婉婉，要是怀洲他欺负你啊，你就把他踹了。小舅妈永远站在你这边。好嘞。怎么还把我踹了？哎。没用的老费，还得是我自己出来。江婉，这是和城市集团的合同，一会儿你去城市找程小姐签一下，谈下这份合同，我去给你申请加薪提待遇。真的，主管？嗯，谢谢主管。好好干。张培，怎么了？都别围着了，日哮喘犯了。妹，你怎么样了？曼曼，你怎么这么年轻了？我不是曼曼，认错人了。对不起，你和我太太年轻时候一模一样。哎，你怎么知道我身上有药啊？我小的时候也有哮喘，我一看就知道你哮喘犯了，肯定随身带着药。太谢谢你了。没事儿。要不然，我这老家伙就要去见阎王了。您注意身体，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像，太像了。进。程小姐，这个是海生的合同，你先看一下。到点了，幼儿园快要放学了，我要去接我的两个孩子，不然我们漏上他们。行，听您的。这有两个孩子呀？是啊，还是一对龙凤胎呢。
江小姐呢？结婚了吗？我结婚了，而且我也有一对龙凤胎。这么巧？那陈小姐家孩子多大呀？是哥哥妹妹还是姐姐弟弟？五岁了，是哥哥妹妹。我家也是。那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一块出来玩啊。孩子们快出来了，我要去接他们。晚一点还要带他们跟爸爸一起吃饭呢。嗯。平安喜乐，快过来。平安喜乐。说怎么不这么巧？我带你们出去玩好不好？嗯。我们要回家。要不是为了怀州，我才懒得理你们这两个小鱼种。你们抱我一下，我就送你们回去。我父母前夫出轨，孩子死了，现在的孩子要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吃饭，到头来我什么都没有。小姐，你已经喝多了，不能再喝了。你别管我丈夫。家人呢？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来接你吧。家人，我没爸，我也没妈，我现在老公在陪我孩子他妈在吃饭，没人管我。为什么不能是我的孩子？对了，今天怎么是他送你们两个回来的啊？他非要来接我们，我一点也不想见他，而且他又不喜欢我们。你们怎么还没回来？我饿了。好，来，爸爸先给你夹块肉吃啊，先吃一口。酒吧。我马上过来，你们俩先吃着啊，爸爸去里边。怎么，怎么喝这么多啊？走了走了，回家了，快快走了。哎，别晃了，你长本事了啊，出息了，去酒吧喝酒。晚饭好吃吗？晚饭还行吧。你放我下、啊！哎，你别晃，你这又怎么了？这是？我要抢我孩子！我什么时候抢你孩子了？那俩小祖宗，见着你比见着我还亲。好了，上车了。离开我！我没离开你。小孙，让我妈先去接一下两个孩子吧。嗯。醒了。我们怎么睡这儿了？孩子怎么办？你先别孩子了啊，你关心关心你自己吧。你怎么了？昨天心情不好呀，喝这么多。你放我下、啊！你作什么？酒店的监控费点劲找到了，不过视频已经损坏，我们需要点时间去修复。哦，另外，程小姐在国外那几个月呢，没有去过医院，只有私人医生上门，孩子是在家里生的，没有医院的记录。你说那天晚上那个女人是谁？去取几根平安喜乐的头发，跟程云亮的 DNA 做一下对比。程小姐现在对咱们很警惕，我们没法接近她呀。
那就去城市局看，想办法弄几根老爷子的头发。嗯。那天那个女人到底是谁？江婉，昨天你合同都没拿，今天程小姐特意给你送过来的，还不快谢谢人家程小姐？谢谢程小姐，我跟江小姐有缘，想跟她单独聊聊。好，那你们慢聊。说吧，要多少钱？什么多少钱？要给你多少钱才能离开我的老公和孩子？你不用这个表情，像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你想要嫁给盛怀州，不就是图他的钱吗？盛怀州一个打工的，还带着俩孩子，我图他的钱？打工的？难道他还不知道怀州哥的身份？这样也好，没关系，他没有钱，我有。我是豪门成家的大小姐，开个价吧。我不要你的钱。1000万，够吗？我说了我不要你的钱，你听不懂吗？是，你看孩子我是管不着，但是他们不是你可以用钱来买卖的物品。看来你这合同是不想签了。去他妈的合同！是，我是想签，但是我还不至于到卖老公和孩子的地步。贾清刚，你都不知道我今天经历什么。有人给我1000万，但是他让我离开你们，所以我拒绝了。妈咪，1000万算什么？我以后给你10个亿。天，这么大方吗？妈要给你100亿。那妈妈还好拒绝了，不然的话就得亏损110亿。爸比，你为什么还不跟妈咪说实话呀？爸比，妈咪要是知道你骗她，生气怎么办？啊，你呀、啊、你呀、啊，你们两个小屁孩从小这么操心，当心长不高啊！行了，我明天会告诉他的。江婉，你是业绩好，不知道自己几级几两回事？程小姐，你都敢得罪？不是程小姐的罪。我不管你什么原因，现在程氏要和咱们取消合作，你自己去跟老板解释吧。说起来，我来海盛上班这么久，我还没见过老板呢。你小孙怎么还不来呢？啊，怎么算来了？哎，老公，你怎么在这儿呢？我在找我小经理师，是不是总裁？对，江小姐，总裁确实叫我们来的办公室一趟。那我先走了啊，您辛苦。这个 DNA 检测报告是我亲自盯着做的，绝对没有问题。DNA 检测报告，这个 DNA 检测报告是我亲自盯着做的，绝对没有问题。会是我想的那样吗？难道是我之前想多了？平安喜乐确实是程雨诺的孩子啊，但我明明对江婉不过敏，江婉身上的胎记和那晚那个女人也一模一样。不行，还得继续查。老公，你这是跟谁做检测报告啊？是小孙，不是我的。小孙和他爸爸的 DNA 检测报告。我和我爸。我莫名其妙的就想和我爸做个鉴定，他突然觉得他不是他爸亲生的，这心情有点大。没事啊，都快过去了。我先走了。等一下，我问你正事儿了，你今天为什么会在这儿啊？
正事儿了，你今天为什么会在这儿啊？我突然调到总公司上班，工厂我就不去了。真的吗？太好了，以后咱们就可以一起上下班了，你说对不对？嗯。拜拜。我待会去接你啊。行，那你快接我。好，拜拜。一起上下班啊？哎，我还是得找个机会告诉江晚我的真实身份。挺可爱，全家福，对，还差全家福，马上提上日程吧。老公，咱们俩过两天去拍个全家福呗。来了。我知道你不欢迎我，但我作为一个母亲，来看看我两个十月怀胎的孩子，不过分吧？孩子们上学去了，现在不在。你爱平安喜乐吗？当然爱。这些都是我给他们买的礼物。我的孩子本应该跟着我一样住在大别墅里，享受着佣人的伺候，但现在却因为你窝在这个鸽子窝里。这就是你说的爱。江晚，你们离婚吧。你不应该用你来圈住我的两个孩子跟你一起受苦。程小姐，我知道你有钱，但是盛怀洲是自愿和我结婚的，只要他们不离开我，我是绝对绝对不会主动离婚的。程小姐，你走吧，这不欢迎你。我提的条件你好好考虑一下，我想你也不愿意看到平安喜乐因为没有玩具而羡慕别的小朋友吧。江晚，江晚，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蜂蜜小蛋糕。江晚，去哪儿了？这都是哪来的？难道程雨弄来了？喂，喂，你在哪呢？送外卖呢。不是，你这什么还送什么外卖啊？你那个程雨诺怎么来过？没跟你说什么吧？你别理他呀。能说什么呀？他就是来看看孩子。哎，先不说了，我要去送餐了。不是，怀洲哥，我们谈谈吧。盛怀洲，盛怀洲。不管怎么说，我都为你生下了平安喜乐，你现在连跟我说两句话都不愿意。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白天来一次，晚上来一次，到底要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我不过就是想要见我的两个孩子而已。两个孩子？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一直把他们当做工具而已。他们是我的孩子，不会有人比我更爱他们了。所以你知道喜乐有自闭症。你还为了炫耀是因为生了我的孩子带他去宴会险些被拐走是吗？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当初我被我爸带到国外，他逼我打下孩子，是我跪下来求他，所以才保住了平安喜乐的。你确定这是事实吗？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是知道了什么？不可能，整件事情我办得密不透风。怀洲哥，你现在是在怀疑我是吗？
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在国外人生地不熟，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我有多难啊。陆林子，你干什么？别碰我啊！快说跟我们结婚吧，我跟你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家四口，是吗？你是不是疯了？我没说过吗？我已经结婚了，你赶紧给我滚！你。好了，老婆。你这怎么了？你这对神过敏啊？啊？本来程雨诺最近就老捣乱，要是江婉知道我有怪病，嫌弃我怎么办？哦，嗨，我湿疹啊，没事，过两天就好了。还是湿疹。上官说，哎，我去洗洗啊。好多了，哎，老婆，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差点被猪拱了。你说什么？你被猪拱了？就有一个坏女人要非礼我，还好我跑得快。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得看好我这颗好白菜。你这么高这么壮，你要是不愿意，谁能非礼你呢？哎呀，拿纸擦擦都是水。对了，老婆，我其实怎么了，老婆？非礼你，老婆，我有件事要跟你说。什么事儿？其实我是海盛集团的总裁，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你要怎么罚我都可以，鬼榴莲搓一本都行。啊，老婆，哎呀，你别生气嘛，要不然我就把我名下所有的资产都转到你的账户，就当做给你的补偿，这行吧？白说了。啊、程雨诺，你听不懂人话吗？你要是再说要的话。别怪我叫就告诉陈伯父了。老婆，你在哪儿？送外卖吗？我去接你了。我刚到家。那我到了。那什么时候回家了？关个灯干嘛呀？哎呀，老婆。啊！不行，给你了。你这什么时候弄的？你这对什么过敏了？你说程雨诺当年封杀江婉，只不过是因为他弄脏了他的衣服。查到的消息是这样说的，虽然离谱啊。但也符合程大小姐的行事风格。我还从企划部那块听说啊，就是程小姐故意用城市合同来为难太太。可城市合同不是咱们早就跟程老爷子谈好了吗？走去城市找能管住程雨诺的。江婉，现在因为你城市不愿意和我们签合同，你让企划部怎么办？你让公司怎么办？这样。你一会儿呢，去趟城市，跟人程小姐好好道个歉，尽量挽回合同，好不好？主管，要不我去签别的家公司行不行？你以为你是总裁夫人啊？你知道城市的合同能给公司带来多大的利润吗？你还不去？你要不去，你明天不用来了。不行，我要是没了收入，孩子们怎么办？行，我去，这就对了。工作，谁工作不受点委屈呢？去吧。怀哲哥，你把我爸带过来干什么？陈伯父，当年我和程雨诺意外有了平安和喜乐，我已经在尽力补偿，但是我不再希望他破坏我的家庭。怀哲啊，
你和雨诺也算青梅竹马，而且我和你父母也算世交，我们更希望你们结婚啊。是。如果这雨诺不成器，你不喜欢他，我们也只好作罢。我们会好好管教他，也别伤了咱们两家的和气的。五年前，程雨诺因为我太太弄脏他的衣服，让整个行业内封杀他，害得他现在只能打人。混账！还有这种事儿？之前的事我就不再计较了。如果之后再有此类的事情发生，我不会再顾及陈家对我们盛家的恩情。好，你放心，我会把他送出国，永远不出现在你面前。爸，和怀州哥结婚的明明应该是我才对。闭嘴！陈伯父，那我就没告诉你。我送我出国，想都别想。你吃干饭的吗？把这么两个叫花子带来公司做什么？出去！程小姐，程小姐，我知道你讨厌江婉，你看我的脸，就是盛华洲为了讨好江婉才吵着给我打的。我们可以合作。还有我，就因为我是江婉的前夫，盛华洲把我送崇能去，害我们。想合作，也得让我看看你们有什么价值。江婉他当年在星月酒店被两个混混睡。我们可以去找那个混混，把他带到盛怀洲的面前。我不信他们离不了婚。两个蠢货，还不知道那天睡江婉的人就是盛怀洲。不过盛怀洲最近好像在怀疑我。倒是可以利用他们坐实睡江晚的就是个混混。等会儿找到那个混混，带他去见盛怀洲和江晚，这只是定金。如果你能让江晚翻倍。一定！老爸，周末别忘了跟我去拍全家福啊！没时间喽，我要去送外卖。又说自己的猪狗，又去见人家爸，青明叔把你清呗。结婚你结啊！妈咪，妈妈在生气。爸比，妈咪不会知道你在骗她了吧？我昨天跟她说了，但她睡着了。哎，你。哎。你别去送外卖了，行吗？哎，我说，终于让我抓上你了，跟我走。呀，干什么？当然是跟我结婚了啊！六年前我就把你给睡了，那可是你第一次啊！你不跟我结婚，跟谁结啊？走。你谁啊？千万，六年前新婚夜睡你的混混，就是他。啊，这就是你新找的野男人，我警告你，离他远点儿。只要你乖乖屈屈的跟着我，啊，我不介意。你睡了别的男人。你们随随便便来的人。说是就是，不信啊？行，他胸前有一个红色的胎记，
那真是啊，雪白的肌肤一点点，看着我就来劲。闭嘴吧，别说了。盛怀州，还不快把香火还给人家！宋宝，你还没被我教训够是吧？是不是还想偷偷回去？别他妈装了，盛怀州，哪有男人不在意自己女人第一次的呀？我不在乎，那都是不在乎就行。喂，干什么？说，谁叫你来的？没让我这么做呀，我自己来的。哎，就是六年前，在那个星月酒店706，我把他给睡了。星月酒店706房间？不是，哎，我把他第一次给夺了，我想找他结婚，有毛病吗？有问题吗？再不说实话，我整死你！我说就是实话呀，我把他给睡了。就是我，哎，我错了错了哥，是他，是他让我来的。宋浩，你随随便便找个人来说双好话什么意思？不是，我没说胡话呀，那六年前我就是给他给睡了呀，只是我没想来啊，但是他告诉我有钱赚我才来的。六年前，心灵环节那个人是我。什么意思？我说六年前那个人是我，我一直怀疑是你，但今天我更加确定。哎，怎么这样？我杀了他！怎么这样？我杀了你们！不要！把他送到警察局，这个也一起送过去。啥？监控数据恢复了吗？当年是程小姐带人把太太带走的，自己进房间才让你误会。还有，程小姐在郭爱玲一生我已经证实了，证明当时程小姐并没有怀孕。程玉墨，所有的孩子，他卖给的是程玉墨。老婆，谢谢你给我生了平安喜吧，这么可爱的两个孩子。两个废物，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嗯，哎，六哥，哎，对了，今天晚上我妈想看你，想找你吃饭，然后我到时候给你订个惊喜。那我这第一次见婆婆，是不是得准备点礼物？哎，不用，她对你挺满意的啊。盛怀州居然还没坦白身份，哎，那这个好人就让我来当吧，江晚。我真的非常期待你知道他真实身份之后的样子。来，大家把手头上工作都提一提。最近的这个项目呢，大家都辛苦了。这样，今天晚上我做工，请大家去我未婚夫的老宅里面去玩上一玩，怎么样？好，谢谢大家，客气了。哎，程雨诺什么时候有的未婚夫啊？超姐，今晚上我有事儿，我可能去不了了。江小姐是害怕自己的老公被我未婚夫比下去，不敢来了。我有什么不敢来的呀？我老公挺好的。既然这样，那不见散。妈，这不我大外甥了吗？怎么，想起你舅妈了？你们先去玩吧，走。妈，我这次回来呢，有事跟你说。可别喊我妈，我可没让你装穷。你要是不把我儿媳妇带回来，现在就给我滚出去。其实平安和喜乐的亲生母亲就是江婉。什么？多年前，是我跟江婉发生了关系，然后有了孩子。程雨诺呢，骗了我们。江婉的前夫把孩子偷走卖给了他。这个程雨诺，我从小可待他不薄啊，他敢这么害我们家，我要去找他算账。哎妈，程雨诺那边先不管他，我打算今晚把江晚叫过来、啊、然后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那我要把那几亿的珠宝找出来，还有几十亿的房子，几百亿的城堡，
都给我儿媳妇儿。有事，又只能再找机会了。程小姐，我去，这么豪华的别墅，不愧是程小姐的未婚夫啊！听说首富也住在这儿，程小姐的未婚夫地位不一般呢。我未婚夫正是首富，真的是首富，多亏了程小姐，要不我们怎么能见到首富呢？你说是吧，江婉？是首富。那他未婚夫既然这么有钱，总不会再来我们家捣乱了吧？行了，大家快进去吧，别站着了。平安，你怎么在这儿呢？啊？你怎么在这儿呢？他怎么在这儿呢？他当然会在这里，因为这是他的家。你什么意思啊？小姐，别跑了，小姐一会儿找不到你，又要哭了。少爷，小姐，完了，妈咪又知道我们都在骗他了。盛平安，你跑哪去了？你是不是？先生，夫人，老公，你们怎么在这儿呢？我其实我一直有件事。江婉，你还真是傻的可爱，这你都猜不到吗？因为这里是盛家老宅，是他们的家。你老公也不是什么汽车厂工人。哎，算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吧。盛怀洲，首富，他一直在骗你呢。哎，你说你老公这么有钱却不告诉你，还一直让你出去跑外卖赚钱养家，真是像闭嘴。妈妈，你别理这个疯子。我说的有错吗？还有，你这个小舅妈，你不如问问她，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呀？哦，对了，还有我的两个孩子，你说你那么爱他们，可他们却一直在骗你。江婉啊，江婉。被信任的人欺骗的感觉一定很爽吧。所以你不是他的小舅妈，你是他妈妈。我所以那天你给我的卡还有支票还有你给我的100亿、10亿也是真的。妈咪妈咪，我就像个傻子，你们所有人都在骗我。首富好厉害，我每天下班里那一点钱去跑外卖，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笑？婉婉，我没有那个意思啊。还有你把我封杀是因为你害怕，你害怕我跟盛怀洲相认，害怕我跟平安喜乐相认，对不对？你胡说什么？你胡说什么？今晚你敢打我？还有那天宋浩拿刀杀我，也是你指使的，对不对？你污蔑我，你个小子，你贱人，谁给你的胆子敢污蔑我？可是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害我？因为你活该。明明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你为什么非要进那个房间？怀州哥，他只能是我的，是我的。就是因为我进了那个房间，你就要毁掉我的人生，抢走我的孩子，毁掉我的事业。
像你这种低贱的孤儿，怎么配给怀州哥生孩子呢？你就应该像蚂蚁一样，给我一脚踩死在脚下！你他妈给我闭嘴！来人，放开我！你放心，我一定会解决了程雨诺的。你不是一直都想孩子们过上好日子吗？那现在这样，像这样不好吗？可是我讨厌你们这些有钱人，你程雨诺，你们仗着自己有钱随意玩弄别人的人生。我没有玩弄你，我没有啊。盛怀中，咱俩分开几天冷静一下吧。你等一下。你抓什么抓？别玩那种阴险工作的把戏！你给我回来！我早就说了，让你老实交代。爸比，你也太菜了，还敢看我们出马？他都冷静几天了，我怎么追都没用啊！你确定这个有用啊？爸比，你不懂，女孩子就喜欢这些。戒指准备好了吗？啊，准备好了。盛怀州，你是真的很不合格，结婚这么久，骗妈咪不说，连戒指都不知道准备，妈咪不要你也是活该。活该？你说什么？兄弟。家里只剩一个人，还挺不习惯。江晚你好，我叫盛怀州，在海盛集团担任总裁一职，有车有房，还有两个孩子，并且这两个孩子都是你亲生的。结婚后呢，我会把我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你。你愿意重新认识一下我吗？哦，对了，还有，家里的家务呢，我会请佣人。如果你不喜欢家里有生人的话，那我可以全包了。反正总之，任你差遣，如何啊？哎。不是，那我还走。你说了，咱俩现在是陌生人，你不能留宿。我这戒指都收了。哎，哎呀，不是这个事情，他都是他早晚的嘛。你说你现在他，哎，不。你们又要干什么呀？瞎什么作呀？你还好意思问我们干什么呀？陈伯伯，谁允许你大晚上？怀州，你和雨诺才是门当户对、青梅竹马，你怎么娶了一个这么下贱的女人？我看在你是我母亲好友的份上，我才尊称你一声伯母。江晚现在是我的太太，我希望你给她应有尊重。你就是让他给鬼迷心窍了，他哪里比得上雨诺？那你就错了，程雨诺哪里都比不上婉婉。怀州哥，他就是个孤儿，我可是程家大小姐。孤儿，我说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原来是个没爹没妈的下贱女。程伯母，你说话的时候最好考虑一下后果，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对，我是孤儿，我是没人养。你是有爹有妈，但不可否认的是，你养了一个只会拆散别人家庭的第三者。你这个贱人，你抢了我们家雨诺的位置，还敢说出这样的话？你是真不知道我们程家在荣城是什么地位吧？以前不知道，现在确实知道了。你们一家人没教养、没道德，就是一家的仗势欺人的人。老程，这个贱人，他抢走了怀州，欺负你女儿和你老婆，你快给他讲讲。爸，
怀州哥被这个女人迷得不分是非，你快帮帮我！快给江小姐道歉！啊，你糊涂了吧？你帮着这个孤儿打我？你为什么要打我？我有什么错？我不过就是想要嫁给怀州哥而已。雨诺才是你的亲生女儿，你胳膊肘向外拐，你不向着她，竟然向着一个贱人。你还怪着她？你都不知道她做了些什么。江小姐，您救过我的命，我的女儿还偷了您的孩子，还害了您没了工作，我实在是惭愧呀。你说什么？偷孩子？平安喜乐根本就不是雨诺生的，是他从江小姐的前夫手里买来的。雨诺，你爸说的是真的吗？平安和喜乐难道不是我们的外孙？啊，我就算不是雨诺的亲生孩子，平安喜乐做雨诺的孩子要比做他一个孤儿的孩子好得多。你听听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恩伯父，程雨诺竟然做出这种事，我盛世集团即将取消跟陈氏集团所有合作，断绝来往。怀州啊，啊不不不，盛总，您想怎么处置雨诺都行，但是别跟我们终止合作呀。爸，你为什么要求他？大不了我们跟别人合作就好了。孽障，你懂什么？爸，我才是您的亲生女儿，你为什么老是向着一个外人？要不是因为你是我亲生的，我早打死你了。站住！干什么呀？一模一样。你怎么有和我女儿一模一样的胎记？妈，你说什么呢？我哪有什么胎记啊？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的，但是我刚生产完，身体比较虚弱，孩子一直保姆照看，后来就没有了。难怪我第一眼见这孩子的时候，像，太像了，觉得像年轻时候的你呢。孩子，你爸妈呢？你把他们叫过来，和我们好好聊聊。放开，我没办法，孤儿院长大。不行，我把保姆叫过来。妈，你们说什么呢？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啊，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啊？我问你，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身上有胎记，后来就没有了，你说是自然消失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那他身上为什么会有跟我女儿一模一样的胎记？我不知道，大小姐的胎记生下来没几天就消失了，千真万确呀。夫人，我在程家干了几十年，我尽心尽力照顾您，照顾大小姐，应该看得到的。真的是这样吗？对呀，就是这样的。我就是你和爸的女儿，江婉，别妄想当什么程家的大小姐，你就是一个下贱的孤儿。不是，谁稀罕当这个程家大小姐呀？哎，盛总，盛太，今天我们先告辞了，改天晚点我上你府上给您赔罪。不必了，我会让孙助理去解除所有合作合同。好，江婉，我要杀了你！啊！爸，都怪你这个贱人，把我们程家害成这样。我是不是对程家还是太仁慈了？病人现在急需输血，你们谁手我行血？我不行，我是 AB 型，我不行。你怎么是 AB 型？你不是 O 型吗？你怎么是 AB 型？你不是 O 型吗？妈，你可是哎，你弄疼我了。我一直都是 AB 型。你不可能是 AB 型。你爸是 O 型，我是 O 型，我们怎么能有 AB 型的孩子？你们谁输血？
我是不行的，我来吧。就是你，我再强调一遍，直系亲属不能输。这次他们真的不是我的直系亲属，严重的话会出人命的。不行，他不能输。不惜一切代价，全程交交进去，我们程家有的是钱。他为什么不能出去？你不是一直告诉我，雨诺生不出去了？我要报警！别报警，不是，我说，阿莲，是我鬼迷心窍。那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到哪去了？扔了，扔孤儿院了。他是谁的孩子？是我的，那是我意外怀孕，我想要的时候，别有人害了，我才想着这个办法。我狠心的，我费尽心思养大的，竟然不是我自己的女儿。就算我不是程家的女儿，你也只能是个底贱的孤儿。你是我的孩子，不，请你冷静点。你就是妈，把你正常一点。就算保姆当年把您的女儿扔进了孤儿院，但你想想，荣城的孤儿院有那么多，你怎么确定她就是呢？我们去做 DNA 鉴定吧。我不去。你是不是忘了你怎么羞辱我的呀？他心虚了，他不敢去吗？他不是您的女儿，他真的不是。你看，你和我年轻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你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保姆说他把那个孩子扔到了孤儿院。你就是我们的孩子，千真万确，婉婉，你就是我们的女儿。走，你给我做 DNA 鉴定吧。我不去。好了，够。婉婉确实是你的亲生女儿。平安和喜乐跟陈伯父有血缘关系。婉婉是他们的亲生母亲，所以婉婉是陈家的孩子。所以说，那天你说是小孙的体检报告，其实是我的。我当时也有回报，但是没有拿到陈雨诺的化验样本，就想尽办法拿到陈伯伯的头发。婉婉，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说你。你跟我回程家吧。我觉得我们家庭观念不太合，还是算了吧。妈，妈，你不能不要我。嗯。程雨诺是吗？你涉嫌一起买凶杀人，现在请跟我们一起离开。妈，妈，你救救我！我没有，妈，放开我！这谁能想得到啊？兜兜转转啊，我们这娃娃亲呢，还真的作数了。婉婉和怀州有缘分，不管怎样，命中注定要走到一起。希望两个孩子一辈子幸福。嗯。嗯，赵医生，怎么？我怎么记得你还答应我一件事儿？什么事啊？
有人说，如果他以后再骗我的话，要么就是小狗，要么就是牛皮。结婚了，现在不用了吧？用。哇，打雷就不必了吧？我们一家四口刚好整整齐齐的，对不对？来。嗯，现在是一家五口。啊？又有一个。嗯。进一个，进一个，进一个。Thank you.